有个人深深存在我心里，陪伴我的平生，去到每一段旅程。那个人像是我的替身，让我越陷越深。有个人一碰触就觉得疼，想念若再认真，就沉溺这种气氛。是因为太过弱不禁风，还是回忆太凶狠？现实装满的记忆太迷人，日记写满了期许不等人，快乐是一去不返的，是愈演愈烈的。在这一刻原本属于谁呢？有的人像一场黑白电影，虽然褪去颜色，画面却演得深刻，海中回忆不断追问，还有没有可能？好烦人，沉默占太多天分，不懂他的不肯，不相信他